台前，您有对朱婷说点什么？我们其实在2013年朱婷入队以后哈，从2015年到2019年，我们拿这几次世界冠军，我觉得朱婷在中国女排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所以也是功不可没的啊。我觉得也她自己有这天分，也是非常努力，那这次奥运会呢，她的伤病有反复。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，备战奥运，他应该还比较正常，但是就是因为一两次训练当中打到手腕以后就伤，就是加重，可是当时奥运会又推迟了，我们就觉得跟医生商量是手术啊还是保守治疗，但是医生说手术应该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就一直给他保守治疗，然后他也是就是好一些的时候就参加训练，伤比较重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康复，包括闫妮的肩膀也是，所以他们也是非常不容易坚持到现在，而且我们也做了第二方案，就是说给李盈莹更多的训练和她的这个比赛机会，那当朱婷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用李盈莹和张常宁两个去顶，那我觉得还是我们在真正遇到这个场面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没有冲出来，就是我们可能太多的习惯了朱婷要一锤定音，那么当朱婷的命中率下降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把这个平衡做好，